孙运璇是前往洛杉矶出席17号开幕的第八届世界华商贸易会议。他今天离开台北的时候，外交部长周书楷、行政院秘书长蒋燕士和财经、工商界人士多人都曾经去给他送行。孙运璇在机场告诉记者说，这一次他除了参加华商会议之外，还是到美国的东岸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会晤。他预定在这个月底返回台北。